いはいはいはい、は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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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新衣服。是的，没错，就是新衣服。放音乐，放音乐，放音乐。晚安安。待ち妹待ち妹这是什么？我没有看过欸。嗨嗨，又买了一包衣服，就是上次的，就是请代购帮我代购回来的，对，但都没有机会穿出去。新耳环没有，这个是旧的。可是，哎，我有po过吗？我不知道我没有po过。谢谢 Fly 的一封信。哎，有娜娜先輩跟那个抹茶先輩，娜娜前辈跟抹茶前辈，嘿嘿。谢谢吉米州的枫叶，嗨嗨花生，嗨嗨大家，嗨嗨，手灯什么手灯？绝发看，谢谢塔瓦哥，塔瓦哥是现实动态，现在要只发那个，主根本很少在发我。觉得难过，我想看哪里的，到底哪里有。哦，前辈来了，前辈来了。好帅哦！可爱可爱的，笑死！好，我要来放音乐了，只是刚好看到，想说看一下。我对你二叫不起来，不敢乱开玩笑，好吧？好吧？哦，恭喜开心采购了！哎，开心点默默的跟满了百场哎，赞哦！都要给那个跟满丽丽百场的人一个赞。不过后面才入坑的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就是以后再来慢慢累积成百场。大家有看那个前辈的那个吗？毕业演唱会还有那个。Teammate 的那个巡回，还有那个15周年单独 solo 空，大家有看吗？我全餐哦，谢谢桃花哥的比心，对，称赞你们的采购，我全餐，我跟大家一样全餐，只是我最后一场才把那个 Yuna 空的锁灯拿出来。我今天有自己煮那个桂圆红枣茶，我超烫，等一下再喝。还没开火，哎、欸，我超开心的，我追的超开心。可是不过那个 teammate 的空的时候，我在帮忙妈咪煮饭，所以我是边煮饭边听那个。可是我就是偶尔看一下，我没有就是
跟那个毕业控还有那个十五周年都是站在前面看。而且我跟你们说，我十五周年的时候，我的网络一直不稳，然后结果娜娜前辈的那个就是三个人的地方，那首叫什么？是 F 吗 ？F 什么东西的？我忘记了，反正就一首歌，我忘记歌名是什么，但我记得就娜娜前辈要唱，结果网络居然给我不给力，然后结果当我连好网络之后，唱完了 ，Fate，All Fate。对对对，我会再去补档，再把它看一次。对啊，两把手灯。而且我跟你们说，我看那个米内克西米纳米先輩的毕业控，我哭成我旁边的床头柜是一座小山呢，你知道吗？对，网络君总是在精彩时刻唱反调，真是谢了。对啊，我是说单独控，不是说毕业控啊。没有，我说毕业控，我哭了一小串的卫生纸。卫生纸够吗？够啦。真的是很感人呢，而且哦，我第一次就是我前面看我就觉得很感动，但我第一次落泪的时候是那个坂野由美前辈他出来的时候。然后，因为他一出来，我原本想说，前辈应该会在就是什么夕阳的时候才会出来，就是可能因为人家挺着大肚子不好这样跳跳跳嘛。结果我看他出来那个 ponytail 的嘘嘘的时候，我就，你真的要跳这首吗？然后重点是前辈还小跑步从那个楼梯上走下来，然后我一边在我的笔电前面呐喊说。用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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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用跑的，很危险。而且前辈居然还跳哎！莉莉不是老粉，但莉莉很爱 AKB。对，然后我就在我的笔电前面，然后呐喊着：“前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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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走的，前辈，拜托，不要跑啊！”而且你就看前辈这样走走走，然后他是哎，我想一下，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个等等等等等，然后就用跑的，然后就真的，我前辈拜托你用走了好不好？我真的觉得好可怕哦。原本要跳那个是 Rain 吗？不是吧？是 B。对，我一直不知道这首名字到底不要怎么念。Beginner 吗 ？Beginner。对比偶像还担心偶像的粉丝，真的。他是专业，可是不一样啊，那个挺着大肚子不一样啊。嗨嗨，平平。对 ，beginner。然后我就想说，哦哇哦。哦，那时候在这里是会吗？真的还假的？你知道我看的好开心哦。一直觉得这个歪歪的，哎，真的哎，为什么？对，然后反正我就看得很开心，也很感动。今天 Let me see see， 我今天想先开 1.5， 而且那个清晨哲学就是。大家那个 Me Four 的大家都回来去，而且还有三件事。真的是很感动。啾啾，再让我呐喊一次。不要坏笑，不要前辈，你不能这么坏，打妹哦，打妹打妹，怎么又再一次了？我想听那个，
这首歌，对，我忘记歌名叫什么。这首歌我是因为听了 Yuna Yuna Kong 才知道那个，才知道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清纯哲学好了。对，每回归每首就都哭很夸张，没关系，我也哭得很夸张，我都不知道到底是就是不知道哎、欸，就觉得是因为最后的一起生嘛，就是你会特别有感触。对，今天是洋装少女，真的。最后一次看到他们的表演，谢谢 Sam 的行李箱，真的太厉害。就是看到大前辈们站上台，就是一种哦，就是哇，真的是很不一样，而且他们就是他很有气势，而且那个 AKB 那个完全没有变呢。有送的时候有感觉到，秀你开了我，开了我。幸福を抜くまでは。对，真的是一个结束，真的是一个世代的结束哎，就是对，一起生就是代表很多。真的，他看米娜桑太厉害了，真的是冻龄耶。而且居然有办法，就是大前辈们都可以一次跳这么多首，真的觉得很厉害。对，第三场像现世代的开始，连续48首，超热血。我跟你们说，我那个我还提早15分钟在，哦，这是哪一天的？听一下。完全没变呢。弄什么、啊？你问他、啊。因为在我那边呢、啊。你都没有问我要不要见你哦。我没有说好哎、欸。这还超利落的。哇吼吼！という夢はどこに見える届かないくらい距離感じく連續48首、这真的很厉害耶，我只能说这真的很厉害。我们要借他一次，他就自己拿去了。
然后每次我要买东西都想说啊，你为什么要买？你为什么要浪费钱？就坐在不是用的很香，傻眼，傻眼，爱闲又爱用。天的那个单独控有一种热血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明明是就是就已经就不是看现场，然后是隔着荧幕看，可是你还是会觉得非常热血。可是他很可爱，我没有觉得他可爱，我没有要原谅他的意思。真的，他每次都哦，你为什么要买那个没有用的东西？就做得很闲。有，我有看那个。我有看到那个解释，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觉得最棒的是给每一位成员都分配在他们适合的风格里面。而且我觉得那个吊带袜嘛，那个超棒，那首超棒。那可以不要圣诞星，不行。涙の顔で超香，而且你知道一次这么多人，我忘记是几个人，反正一次这么多人真的是很香哎。还往前那么多，水果要不要带你切好就吃啊？对啊。是啊，你要不要吃水果？哦，没关系啊，我先不用。啊，切好，我可以自己块吗？那我怎么不自己去切？我不自己去切？我想好下次要练哪一首了吗？嗯，还没。我都是大家给建议，然后在里面看一下，然后挑一下这样。早安，加速。对啊，我们家好像也是这样，就是妈妈问说要不要吃虾，没关系，剥好，好吃一个好了。台上等，真是我的眼泪，就是你知道，他已经迫不及待也想出来看了，你知道吗？马尾算简单吗？我觉得动作对我来说都不难，但是。要把它串在一起比较难，就是动作对我来说都不难，但我比较不太会记动作跟动作，就是我下一个要接什么动作，所以我还在训练这个的速度。哦 ，Team K 那个超热血，那个真的超热血，我真的是我看到那时候我鸡皮疙瘩都起来。虽然才家前辈跟那个光泽佐向前辈那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出来，然后我就鸡皮疙瘩直接起来，而且进 K 厉害的是，只要进 K 的歌一下，然后底下就全部都是绿色。滚石，可是我对滚石没有很熟，就是我没有很常听到这一首。气势整个真的很，对啊，我们都挑 K 的歌。
呜吼呜吼。谢谢 Rever 的一封信，还有什么？哦，草原绿草地的奇迹也是 K 的歌，然后 Reset 也是 K 的。哦，然后我看到那个本田仁美前辈的那个泪，就是跳起来好不，也就是跳起来好不一样的感觉，可是好漂亮哦。谢谢 Jace 的一封信，谢谢博纯的玫瑰。对，我们比较就是大家还没有这么哗感觉。TA 可以表示抗议，没关系啊，未来一定都有机会跳到。就很好看，我觉得。谢谢幻影战士的爱的花火节。最後まで一人でいたいだんで優しい名字の声音名字叫做什么消失Fun Letter 也是 K 哦，是哦，我不知道耶，这首歌我是第一次听的，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一首歌。哒哒，おしまいな。第三句是哪一队的推啊？我自己比较喜欢 Four， 我自己比较喜欢 Four， 因为我觉得 Four 很可爱。以前挺 A， 我喜欢现在春山 Four。我是四推，大家都唱哭了，真的，我看到那前辈哭超惨哎。比较清纯，对对对对对，而且有那个高桥彩音前辈，他真的好可爱哦。我是四推，是因为那个啊，也是啦，也是啦，推是好啦，也有啦。谢谢陈的带你去流浪 Level Five， 谢谢陈，谢谢。谢谢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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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哒哒哒哒哒 ，I want you， I need you。I love you。タブイド。セド。呀，那首歌叫什么？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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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英算好了，算八了。可是他也有在试啊。现在还是萝莉，真的好可爱哟、哦，他真的好可爱哟、哦。还有那个、啊、大西桃香前辈，真的是太可爱了。可是我八比较少看呢、欸。还有什么？我想想看。对啊，我好像看 Team Four 的比较多。我比较喜欢 Team， 就是我喜欢他们的风格。Cute， 手をつなぎながら，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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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对，他是八，然后算四，对。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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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的另外算 ，OK OK OK， 好。对啊，这是包包头。对，可是我妈咪今天嫌弃了我的这个卷，我说现在很流行啊，她说你这个是很老之前才会有的那个，很老才会有那个，就是。这个嘘嘘，对啊，手牵手，就是现在那个 Ford 手牵手公演，战狼嘘，对，战狼嘘，可以，我觉得这样觉得很好看吗？我觉得很好看啊，妈咪说，但是就是以比较怎样呢、啊？看我干嘛啦？比较以前才会这样子卷。谢谢卢蛇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谢谢卢蛇，嘘嘘很好看，是不是？对，被嫌老，我好难过、哦。不是 啊，那个就他们也有跳没？九蛋，你来拆台是不是？感觉挺漂亮，这样就很好看。对啊，明明就很常看到。对啊，最近流行嘛。你知道，就是猫过敏超可爱的，我也很喜欢那个。它叫什么？答案是 game。耶耶耶！毕竟妈咪哦，对我二十，哎，什么意思？什么妈咪十八，我二十，好好讲话哦。呵呵，我就派，马吉妹，马吉妹。不知道是不是 YouTube 改版，然后害我都没有办法就是看其他的。我来听听不行，把它引导。这个是听了会让人鸡皮疙瘩的版本。激しい雨の中、ずぶ濡れ砕いてたかった。どうしてなんだ、こんな時代に何を信じて。要看ね、我再查一下他们的歌单。两天下来有点忘记了。歌单，看一下。
个沙拳一直弄到我的膝盖。Let me see, see. 就是我那一天，我是第一次听到那个传说的鱼，然后我觉得超好听哎、欸，就是我之前没有听过这首歌，但我听完我觉得它好好听哦、欸，就是我那一天是第一次听到，然后我听到整个惊艳哎。谢谢 Eddie 的行李箱跟一封信。对，我直接，对，哎，我很希望我可以唱《虫之诗》，我好喜欢这首歌。俺は一人で激しい雨の中、自分の胸答えてたかった。不是，今天不是，今天的颜色不对，今天的是。很好看的颜色，对，对，但我是上，就我是第一次听，啊，不接招。来听听看，传说的鱼，那传说的那个罗马拼音可以给我一下吗？用烟酒嗓唱也很赞。俺は一人で激しい雨の中、自分の胸答えてたかった。汚れた体と醜い心を洗いこそ出してたんだ。我把歌词说。こんな時代に何を信じて生きていたんだ。伝説、oh, 伝説。伝説 Love Tree 真的那天第一次听觉得很好听，因为之前没有什么机会，就是我几乎都是看空我才会知道，以就是比较不常听到的歌。好听，我觉得很好听。可那时候不知道，还没遇到这首歌。现在就是听到一次，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只是那个千手观音的部分，我们都有吓到，因为太多只手了。来，我们讨论一下歌单。哦。我想学那个清纯哲学跟法定。
对，真千手观音真的是真的很多首。对，演唱会是加歌单的好时机，因为有时候就是很少，就是比较少机会，因为常听喜欢的就是一直播一直播一直播那几首。选的也蛮多首演唱会不想听。对啊，真的饼干之后的歌单都没影响。可是我现在就是听到，就是我还就是听的，就是有耳闻很多粉丝们就是现在比较少，就是这都只追我们，然后比较少在看本家的就是前辈们。对，但我觉得就是很值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单独控。对，也很多人就是关注我们之后比较少在关注前辈们，但我觉得他们真的超棒，真的是一个象征，太厉害了。不会跳乱跳。太流行性了一点。一个银河怪就只认出一个人。可是你知道，就是我现在就是很常在看，所以我其实认得还蛮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会认不，就是不认识。可是我就会努力去寻找。冲击和感动都回来。对呀，推荐大家赶快回去再看前辈们，安排真的都不错，真的很棒。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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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有你我哇呜哇呜哇，哒哒，放下过去了，为什么？真的可以看一下啦，真的，希望大家爱我们的同时，也可以爱前辈们。对，虽然我知道你们不能花心，但是对于安利前辈们还是很可以的。让大家安利一下我的推那个《Okada Nana Senpai》，哦，超棒！而且娜娜前辈在那个，哦，谢谢包子带你去流浪。我们去哪里流浪呢？就是前辈在那个 high tension 的时候真的很可爱，他真的是 high tension。tension 不可思议。我有看到，而且你知道我截图，我只截图到揪的那一下，结果揪完后面那个疤我没有截到。不然花心还要我们看很残忍，那就是你们可以喜欢前辈，我可以，我觉得可以，对。对，要新单，纯血新单。谢谢呱呱的一封信，谢谢小星星的加入粉丝团，谢谢小星星。谢谢小星星，小星星是新来的力推吗？对，然后那个娜娜前辈在说那个 Yukirin 前辈的时候，他忘记打赏了，他只打 Yukirin， 然后结果他就那个，你们知道这个吗？就是他在推特上面忘记打说 Yukirin 赏，他只打了 Yukirin， 然后结果前辈又在就是回复自己说啊是 Yukirin 赏，是 Yukirin 赏，对对对，然后结果那个 Yukirin 前辈就说，哦，真的吗？就是以后可以都叫我 Yukirin 吗？然后那个娜娜前辈就说，好的 Yukirin 赏，超好笑。也就三个其实很多好吗？机会顺序后再次的纯血单，听说是9000，至少5000多，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什么 48， 就是到那天的日期，听说是几期前可以，仅限14期，这样可以吗？仅限14期这样子可以吗？但现在天气还热。
呼び。哦，对。Fantasy， 那首很好听哎。这首也很好听，就粉丝后面没切换好，真的好好笑啊！对对对，3948 ，Thank you for tea。可是这个很棒，我觉得超棒，纯血单呢，而且那个再许愿个，希望那个娜娜前辈是 Center 对。我私心，不好意思，许愿，很棒哎！而且还有那个跟那个乃木坂46的那个，就是要合作电视什么番组。那个不是，那不是。哦，对，其实我还蛮希望那个《博物的地城》被当选者的。安娜养羊。说合作不是说什么，不是合作啦，就是会有一个什么什么，就是对，就是对对对，就是他们会，就是对，反正就是会有一个新的番组，是吗？是番组吗？对，你知道日文不太好，就是只能靠我理解的这些来跟大家讲，但是讲的大概一般都是错的。我现在看到那个觉得很好笑。我们来听好几次，哎，那
就是 Uncle 曲的时候，我就觉得就是樱花花瓣的钟声真的是不要随意响起耶。公园的船就是也没有了，好难过，我都还没有去看过哎 ，so sad。谁谁 ？so sad， 太难过了。不是啊，我要按 delete， 按的 enter。哦，然后我们不是上一次，前几次，上一次上个礼拜跳那个 Angel di Posta， 然后结果那个伯木前辈 produce 的那个单独空，然后又跳到那个远距离海报就。想听没事在演唱会录片，就真的会很难过。谢谢阳光馆的枫叶。也很可怕哎！我那天是听到夕阳，然后从夕阳开始哭。
近くにいるのに大変なんだよな思ってやるのかない不知道耶、欸、我如果有我 produce 的话就是不知道我应该会很开心未来如果有我能 produce 就是一场表演的话很巨厉害吧谢谢变成新鲜柠檬的爱之花火节两边一样啊而且你知道就是夕阳就是因为我有就是入夕阳的选拔嘛然后那时候就是在听夕阳的时候就觉得好难就是很难过就未来我们如果以后要唱到这首歌的话然后就是会就是那时候拍夕阳啊然后跟大家一起练习啊的种种都会出现在眼前的话就觉得好难过、哦、对好难过、哦谢谢博辰的文手礼。Produce， 为什么会期待我 Voyage 的？要排到面面俱到真的很难，但就是如果希望如果能有一个机会可以 Produce 的话，谢谢思豪的枫叶。哦，然后就是那个就是两场，我在那个咪讲前辈的毕业控，还有15周年的那个单独控，然后就是我们在中间就是我都有跟累积在就是偶尔就传个讯息这样子，然后就觉得我们两个真的是。虽然我们平常可能互动比较少，就是可是我们在对于爱 AKB 这一块，真的是我们两个非常的热忱。现在比较常被这两个秀，感觉最花钱一个人。先排歌单，以后再邀大家跳。没有，不行，我觉得每次每一个时期的想法会不太一样。零一就是老范了，可是我虽然是新范，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AKB。对，谢谢酷美，不是谢谢酷美，嗨酷美对对，对，不是不知道哎、欸，我对那集特别有这个感觉，虽然他真的是老范了，我比不上，但是我虽然就是后面应该说我当了偶像才入坑 AKB， 就是会。就是我现在追得很勤的人吧，可是怎么讲呢？我觉得很，就是不知道哎、欸，就感觉跟累积都是很爱 KB 的人，对。哎，不是，我说传讯息是像是结束或者是就是喊 uncle 的时候。而且我们都哭到不行，我们那时候那个毕业控的那一场，然后我们就是边擦眼泪边打字，然后一边说哦真的好感动哦，就是然后跟他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哭，哈哈哭美，对新饭老饭都是 IAKB 的，控场时间没有，我没有在人家表演的时候传讯息。因为体力应该还撑不了，没关系，未来我们可以撑48首。哎，48首真的很棒耶！林也哭出一座小山，哎，我倒是不知道林也有没有哭出一座小山。谢谢开心的烟火，48首，可是看得很过瘾哎，而且我觉得最后那个敬礼那边超棒，就是给每个人就是都有就是一个对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可
看到浴帽然后超出戏，血尿哭嘛。樱花花瓣真的。哦，泪姬也想要让成员狂跳那个48首嘛？我是，对，我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让大家跳48首，对，很热血，我觉得超热血的。会不会未来某一场空，我们就连续跳了48首呢？那我真的觉得很厉害。而且他们换衣服超快耶。那个时候敬礼的时候，我看到那大前辈已经哭花了，你知道吗？粘上主跳，我们现在喊到哑掉，哎，真的哎。而且那个 Naru 前辈，他还喊那个超热血的 Ponytail， 啊，有下子吗？太多，飞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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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加，啊，踢踢手，然后看他喊的超卖力，然后很喘。表示憋到快内伤，真的会内伤哎！因为连我自己在电脑前面都很想喊抠，你知道吗？来，加油，继续加油，大家嗨起来，加油！来，我们要跳完它48首。我们来看一下，单独控。我找一下哦。找到了，等一下来听听那个什么飞机云吗？飞机云，郑源，对啊，不，而且毕业空不能喊，应该会很痛苦。
对 ，Hikoki， 毛巾甩起来！啊！不能喊，真的是会内伤。不能喊，真的会内伤哎，真的是不行。我以前都觉得能站在那个车车上面很帅，可是不是都会有就是穿梭在粉丝之间的车车吗？然后每次看前辈们能站在上面就好羡慕，希望我们未来以后也可以这样子跟大家说嗨。大家有没有觉得是什么哪一首歌是演唱会一定要听到的歌？对，演唱会的话车。帅耶！我帅耶！我觉得超帅的。那泰山有很高吗？而且我也很希望之后我们可以就是有长形的那种舞台延伸的，可以这样哇哈哈的那种歌手的开心。然后我也想要在那个那一条跑道上面哇，对。花道上，辛苦他的 step。不能喊拖，让他们在成员，让他们再成员下去，就要立刻，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Heavy rotation。但我知道的是有轮子的车子，动力新北市法定 ，EYK 重力。飞机员，可是感觉大空，感觉好像一定会有少女，那个烧酒打机油，然后还有那个，感觉烧酒打机油跟那个重力新北市是一定要的。我看到那个 Zuki 前辈他在跳那个，我就觉得哦哇哦，感觉好像长大，感觉因为我之前有看过娜娜前辈跳这首，我就觉得好，我全部就只会这个一堆，我只记得这个而已，很帅耶。
对不起，我全部里面只记得这个动作。三黑想跳黑天使，哪三黑？啊，可是我们有四黑耶，我们谁都不能少，我们可以把那个 黑天使破例把它改成四黑吗？对啊，我们可以破例把黑天使改成四黑吗？阿姐不要杀了我，阿姐不要杀了我。你全部承认他是掉在瓦洞16，你知道我今天给阿姐，不会啦，不会，我跟阿姐就是你知道，对，我们互相攻击，对，我们会互相攻击，他知道我很爱他的。圆滚滚的许愿烟火。没有，你知道我跟阿杰，虽然我们是虽然叫她女神，但我们还是会有就是要互相攻击的时候。我上次没有拿芋头暗算她，她只是对，就只是她想要喝，我就不让她喝一口这样。歌也是我听完之后就觉得我为什么以前会不知道这首歌的感觉，就是好好听哦。你知道就是爱到深处自然黑，就是我也没有黑他啦，就是我们会互相攻击这样子。我跟你们说哦，谢谢 Ting 的行李箱，就是我这几天啊，就是从没有出门开始，就是我开始意识到我老了这件事情。对，是有爱的表现。我开始意识到我老了，就是我会全身卡卡卡，也就是我从床上爬，就是爬下来，站起来，然后我只要做一下那个，就是蹲马步，然后这样子伸展，然后就会听到咔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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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哦哇，我怎么会这样呢？然后那个早上那个膝盖会这样咔咔，也是长太久，没有，等一下，就是还有我在跟平常也是会，就是我们两个跳完公园会觉得，体力真的不如从前了。没有，这只是其中之一。还有那个，就是然后宫田跳完，我们都觉得啊，怎么好像就是跳得很开心，但是怎么感觉体力好像没有以前好呢？怎么感觉好像以前就是几波瓦流，虽然现在也是几波瓦流，但是你知道就是。会感觉好像自己没有那么年轻了。公演完的膝盖不能算。草竹大林组合，真的哎！而且我居然是草竹啊，20岁了哎。没有，就是
也不是说不 OK 啦，可是你就是会意识到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年轻的感觉，你知道吗？嗯，对，我年纪最小啊，可是你没有想到最小的就是最小的正式操作，最小的正式生涯要20岁的，好可怕啊。这样举组最小的是果果，对不对？然后音组最小的是雨林，对啊，我是草组最小，草组都是大龄组合，年纪都比较大欸。好可怕哦，太可怕了。虽然七七没看这段，没关系啦，我跟七七就已经，你知道，我们已经互相攻击习惯了。我跟七七就是你知道又爱又恨的那种我很喜欢互相攻击，然后可是两个人又还就是又很好，然后可是我们就是正式正式生正式生，对，相爱相杀，加加加加加法定好像是这几年的空的，就是一定会有的歌哎。谢谢艾拉的告白气球，谢谢中影的紫虎守护灵，哪里上哪里上哪一家哪里，太子主战友。能跟多少？那先知道你们五个再想一下年纪，大龄组合。哎，真的哎，我们草组的五个都已经算大龄了。哎，没有，我之前也是算很小的。对啊，我现在在团体里面应该是算好了，算中间不算小了。对，但算中间偏小吧。可是你没想到中间偏小的人也要就是20，你不觉得很可怕吗？当年就是当年报甄选才16岁，可以啊，可以考虑加 CW 去。这两个是他这一堆口袋名单了。对，从平均年龄变拉高年龄，太可怕了。你知道不管怎样都就是不想要承认自己老了这件事情。我到现在还不想承认我今年就要20了。我觉得我还是16岁啦。对。
那我觉得胡桃也很好听耶。哒哒哒哒哒，耶耶耶！我鼠吧，为什么打了一个喷嚏？你说被我提到吗？没有加薪的啊，平均啊，对，平均还是我，还是很年轻。可是未来如果就是再收三期生的话，我就是拉高平均的人。Oh my god！我忘记是看哪个，我好像是看他们上节目吗？还是什么？是 8 吗？我忘记了。然后反正就是某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觉得哦，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因为我就是对我都是慢慢在发掘以前的歌。平均的歌不断上升呢、啊。没有，如果未来就是有就是什么三期生之类的话，你就会觉得 Oh my God， 好可怕，好可怕啊！对啦，也是啦，不一定都收年轻的，那时候也是啦。以前因为家里太小了，现在已经。不会啦，一生俊你已经有推了，对，因为虽然我的年纪小，就是但我的心智年纪。就是像唱老歌那种，大概也有三四十了。会怕有代沟吗？什么有代沟？有什么代沟？你是说如果未来有三期生吗？可我觉得已经有经历过跟二期磨合这种，就是觉得其实就是已经还好了啦，就是不会担心，不会害怕，就是会更想要跟他们说，就是如何，就是我会把 AKB 的好介绍给他们，然后带他们一起入坑，对，但不是不是入坑，那拉前辈就不知道了，就是你知道，我还是自私一点，对未来的 N 期生，对我要让他们知道 AKB 的好。波猫的一封信，没有啦，推坑那个娜娜前辈，就是你知道，我还是就是，对，就是虽然娜娜前辈很好，但是就是对，新北市，三起来了一堆，可是也不错啦，就是这已经很爱 KB 再加进来，就是。希望他可以把对 AKB 的热忱好好展现在这个舞台上。人家派了卧底，前辈是我的。代沟可能就是三九会跟你说，已经没人在讲，笑死了，太可怕了。很好，大姐会是很好的前辈。我可能对我就是你知道，我可能会严厉一点这样。谢谢怀怀行李箱。他们就是先怕你，真的，一堆二期进来的时候说，我觉得佳丽前辈好可怕、啊，怎么样可怕啦？我人超好的啦，真的。谢谢幻影战士的告白气球，看我就是你知道，就是我对于工作的时候是很严肃的，对，所以他们要是被我工作的样子的时候吓到，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对于这个职业，就是还是要认真一点的看待。日が来るよ。ダンダダンダダダ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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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去买，我才没有叫人家去买果汁嘞。我就觉得家里前辈好可爱，真的吗？谢谢怀怀。
立正不会立正啦，没有那么可怕好不好？我会不会吃人？你们搞得我会吃人一样。哦，博信好像又会了。哦，对啊，如果要进来一堆小朋友，就是我又要失宠了。我就不是小朋友那一类的。对，我应该算是照顾人的大姐姐。对，我永远想获得宠爱。没关系啊，如果就是那个三期，就是未来的三期来个短发，然后年纪比我稍长一点的那个可爱妹子，然后又很会照顾人，那我可能会考虑那个，就是转一下目标。嘉玉前面练习的时候都没有表情，好恐怖！我不是没有表情啊，我只是就是我们要有先后顺序，我们要先把舞跳好才能做表情啊，我们要先把舞学会才能做表情。小雨表示问号，哎，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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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扎力发言，扎力发言。出轨宣言，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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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大家，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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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对，心还是要在，心还是要在。我觉得你比较适合短发，好，然后未来我去剪一个短发。走る傷つくこと恐れはしない、何があっても気分はずに自分の夢を探しに行く。一直是谁数都不完了。我希望数可以挽留我，然后好好那个，好好好好，就是好好好好保护他这个叶子，对。来吧，你让小朋友知道祖宗就是这个力。没有啦，我是在教他们，对。我是对，你知道前辈就是要照顾他们啦、啊。続くこと恐れはしない、何があって。而且在看到麦当娃娃的话，应该真的会崩溃。一棵树上有很多叶子，没有，我们要当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童话故事，不是童话故事，某一个故事中的最后一片叶子。对，我是那个最后一片叶子，我会好好抓紧树干的，我不会掉下来。大家有看过吗？那个。我忘记那个叫什么。谢谢一生俊的告白气球，某个电影里面就是日本的，然后他们演那个最后一片叶子。对，我忘记是哪部了，大家可以跟我讲。树挽留，一手握着一个叶子。树说：“丽丽，你不要走。”一手，瑞婷好可爱。尊重。都跟你说了放手。莉莉表示她不受宠了呢。So sad. So sad. No, no, no. 你知道可是浪完一圈我们最终还是要回来的。对对对对对，那个病人看窗外那个，对对对对对，谢谢开心的比心，谢谢博成的爱的烟火，都跟你说了放手。成长的过程，可是520还是很爱，原来是错觉，没有，不是错觉，不是错觉，可是你跟在520旁边前面 VPN 跟瑞婷的。我知道大家已经没有看到，
他就记得520，但你知道520的前一天，他发了跟他可爱妹妹的啊，好，对不起，对，最后一片叶子，因为前面就像妈妈一样，就是你知道，对于那个现在就像妈妈一样。哦，我好担心我会有这一天哦，就是啊，家里前辈跟妈妈一样，就是有他在就很安心。我如果这一天，我就是会害怕、欸。就说瑞婷是妹妹哦，没有没有没有，最害怕就是妹妹的存在了。你们没有听过吗？妹妹是一个很可怕的东西。明明只差一起，19岁的担心，真的干妹妹啦，干妹妹，对啊，你不觉得瑞婷可爱吗？宝，你有在尊重吗？对，深受后辈信任是没错啦，可是你就你知道。欸，蔡若若新发的样超帅、欸，我可以，我可以。有妹妹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妹控？真的是不可能欸。本子也在一节之中，把最重要的例子压在最后。好啦，我会努力成为那个最后。若若，大手自己。对，我不是要抓紧树干，我要抓紧树枝。但我抓紧树干也可以啦。你知道我就是，我以前小时候还有个绰号叫尤加利叶，对，没有是加利。有去考，有考虑过树的感受吗？没有，没有，没有考虑过树的感受，树都不照顾叶子。树都在旁边的小树苗好可爱，谁是无尾熊？万灵啊，万灵前辈，万灵前辈，然后万灵在玲玲 ，Hello，Hello， 你知道我就是跟树叶一样渺小。对，我跟树叶一样渺小，不如旁边的小树苗，也不如树干上的无尾熊。我只是一颗从高处滚落的栗子。你真的很怨念的感觉。他们说公演 CP 组合呢？对。柏林 baby， 对，柏林 baby， 完全没有把我的前辈放在眼里耶，玲玲。柏林 baby， 拿住我碗，你说为什么叫柏林叫柏林 baby？没有啦，下面一路就叫出尤加利叶，真的，生气。欢迎 baby baby 什么 baby 啊 ？baby 是我叫的，不是你叫的好不好？对我情敌越来越多。好啦，好，520有发过我的文啦，对，而且就是直男的部分终于有就是承认他还是就是绝对不是为了傲娇。对，不是520才抛，是刚好要抛的啦。对，我的情敌越来越多，表示他很有魅力啊。哎，因为你知道我就是这几天不在翻照片嘛，然后你就会就是会看到之前就是哦，更不得了，就是，然后你就会觉得，然后呢，我就，啊没有，我就对。就见面次数越来越少，然后我们就等下我是要找哪一首歌，我就少的可以，就是
反正就是我会好好夺回我的属于我的波罗。对象越多，情敌就会越多。树根叶子，我偷偷回哪里去？回哪里去？哪里有今天？对啊，对我的情敌越来越多了，好难过。谢谢大狗偷偷的爱的烟火，谢谢。不要再跟我提日本行了，而且你知道，就是我在翻照片的同时，然后又看到很多，就是我之前截图，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我的行程真的是，欸，我以前会唱《回哪里去》。回哪里去？这首在唱，我真的没有办法那么悲伤哎。枯美，你是有几只账号啊？还是你就只有一只，然后就是一直推追踪，再追踪，推追踪，再追踪？可以把水哥来。对。已经不是两人的旅行，就是大概会多突然多了好多人这样。对，太难过。然后结果未来的那个两人旅行变独自旅行，就会变成一个人，啊，未去成的两人旅行。柏林可以关女友吗？乖乖明明就知道还在要选什么，哦，真的假的？他跟别人住自己住好，哎，我们也要去，然后就一大团，就一大团，耶耶耶耶！我都是拿这个偷看的，真的吗？可以光明正大的看呢。你手牵四个，那没有，他应该可以牵五个，就是你要一根手指头认领一个，一个瑞婷，一个玲玲，还有谁？还有谁是的腿？然后反正没关系，还有三个名额给大家抢，起码另外一只手是我的。礼拜四两个小时，算了，我想说今天把它播一播，今天两个小时。好吧，你指哪一位？真的很谢咯。还会微笑的是，我签的很少啊，我签的很少，真的很少，就是当了前辈，当了前辈，当了前辈。我哪有很多？我没有很多，好不好？我这么棒，对不对？我这么棒。和这人说自己没钱，真的，我没有渣啊，我欠很少啊，肉肉面面涵涵，不啦，肉肉面面涵涵品涵啊，肉肉面面涵涵品涵，不会啦，大拇指留给不了，我还有这只手。
好像连回来了，有吗？有吗？有回来吗？我没有抢到红包。又热了吗？我热了，好热，这是高领。好，这次的歌单让我发现很多好歌，棒棒。谢谢小飞来的，救救你哦！大型双标，我没有双标啊。我这只手要留给前辈，留这只手给 TP 大家分这样。够口罩用吗？够够够够够！歌单真的排很正，真的我也觉得。谢谢钟颖的烟火，谢谢博成的烟火。就是，对，这只手是娜娜前辈。谢谢酷美的戳戳你哦。我没有双标，这么可爱的人怎么会双标呢？这么可爱只会长水瓶智齿，不会双标。水晶够吗？够够够够够！爸爸都有，就是先买，就是有，就是放一点在家里，小纸就好。那我为什么接你啊？今天的抱歉超爆可爱，真的吗？谢谢。一生俊的告白气球，谢谢一生俊。这样你要去找面面是不是？谢谢博成的健身包，谢谢大狗车车的烟火双标力特辑。我没有双标，我只是爱的人比较多一点。你看我学大家，大家都这样讲。我没有推很多啊，我只是就是稍微看一下，就是爱的人比较多一点这样。对，要不要？谢谢皮皮的烟火，谢谢艾拉的行李箱，谢谢阿 K 来的告白气球。哎，大家那个后来在那个追加，就是我还有放一张照片，大家有买吗？滴滴说法，我没有，我只是就是比较喜欢大家这样子，对。大家那么可爱，怎么可能不爱呢？是不是？谢谢开心的一封信，我都跟大家的说法一样，照就不会有问题，因为都是你们说的。谢谢开心的圆梦选票，没有说过的人表示风评被害，什么意思？哦，没有说过，哦，没有说过，嗯，那我装可爱给你看，嘿嘿。那我们饭手上我没有饭，不是我偶像跟饭一样，就是我只有向你们学习的地方。谢谢钟颖的告白气球，只是我刚好学到的就是跟大家一样，对，跟大家一样浪，嗯，哼哼，没有说过，大推我一整节。没关系，我还有口罩，谢谢谢谢大狗车车，只有我可以，因为我可爱。好了，不学学坏人，你们又不坏，爱丽丽的人都不是坏人啊！哦，果树，你一定是不够爱丽丽，看一看这个走的人吧。
他去看面面是不是？现实动态，那个柯南那个超好的，什么时候画下集？我很期待下集耶。那个可以顺便帮我把安室也画进去吗？安室好帅哦。哎，为什么日文没有做？可以推坑 Eddie 什么？要推坑什么？没有 Eddie 不行啊！我什么时候说过 Eddie 可以了？可以推你的重磅师，好。笑鼠，还敢要求作者？没有想要看啊！作者不能画一期就休刊呢，你才画一页而已呢。我很期待下集呢。我想到了，没事，我想到了，没事。谢谢 Fly 的紫蒲守护灵。不可以跟你几个黑人，没关系，不用黑人。我想安室，我要安室。卡了吗？真的吗？真的耶。居然卡了，是因为太热。啊，你有脖子。你看，那只有白色的手哎。那，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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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感觉地址不太适合青山老师画风，你说脸太圆是不是？我怎么可以跟一件衣服玩那么开心？笑死！噔噔噔噔噔噔！我最近都在家里拍很多照片，我来看一下什么可以跟你们分享。这反应啊，刚刚这样的 AKB 人，真的假的？白色手手是没破。他这脸圆圆的，卡哇伊，刚刚是在圆圆的脸脸。喜欢是什么？不会啦，安室跟柯南差不多，差不多好画。第几件沙鼠？我看一下。我真的超喜欢买沙鼠的。遗憾，很多问我说你为什么要一直买沙鼠？我可以跟你们说，我又买了很多件沙鼠。可是这件不一样，这件是洋装。这件是那个，这样子，一件、两件、三件。好像加我身上四件吧，但我买了很多长裙，裙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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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裙。我用那个，因为我旁边放压缩袋，所以我很想要用那个用杆子，然后把它下面挂那个布，然后它就可以遮住，然后让杆子掉下来，吓死我了。原来这样也拍到都拍样姿势啊！我那拍样姿势。就我还是有拍好不好，我很努力在家中想很多地方可以拍呢。照片不简单，我也觉得，你知道就是人被逼到绝境之后还是会想新的办法出来。喝到数到三就放进去，没有啊，因为我坐在椅子上，我不能离开画面，然后我就大概抓一下啊，加这件四件，可是这件是洋装啊，我觉得它很好看。但是怎么那个感觉，真的吗？我不知道窗帘是不是都差选座的消失？谢谢圆滚滚的枫叶，这明明就很好看，好不好？
明明就很好看，但转到足够长的，在对在那个塞，就是塞进去会就是会刚刚好，对，会就是人到了就是必要的时候还是会想出办法来的。之前都觉得啊没关系，应该就是出去外面拍外面很漂亮很景，没想到自己在家里就是，对，就是还是想出了方法。谢谢大哥特色的烟火，谢谢圆滚滚的烟火，谢圆滚。然后啊，我要跟他说，真是对不起啊！我以前都怪你们截图截的不好看，直到呢，我那天在看空，一边帮娜娜前辈截图，截图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呢。建议可以发摄影了，我这建议是先不要了，太丑了。谢谢聪颖的烟火，大家的他跟毛利一样哦。我是柯南，我不会腐女，可遇是什么？可恶！谢谢开心的麦克风，真的，我的风格在 TP 比较少见，我觉得我的风格跟七七的某些风格很像，跟我最重叠的应该只有七七吧，跟偶尔的零一，偶尔的平寒，对啊，然后就没有了，对不对？我的穿衣风格跟人家很不重叠，这衣服都太贵了。会不会家人都被你弄成 staff？ 有啊 ，QQ 每次都被我们那个抓来当 staff。我们截个图容易吗？我们对不起，错怪大家了，真的是很难截。我们说卡的时候截，笑死。你觉得那几个跟我想的一样欸？对啊，因为就是我自己可以啊。我觉得风格要说最像应该是七七，他要送火箭的一样，消暑。咻，能一直都。就是我很想要有一天我可以被称赞穿衣风格，就是我很希望就是我的风格可以成为。就是会有女犯因为我的穿衣风格然后喜欢我，对，他们那么浮夸哦，没有啦，没有，是没有，不行啊，不能发前辈的崩图，前辈只有好看的时候，他没有崩的时候。刚才这种蹦，不对，火箭不会蹦。谢谢可爱的枫叶。谢谢圆滚滚的告白气球。要让娜娜介绍我女生朋友了，那是帅啊，那是帅，就是帅帅的，好看。谢谢 Akira 的直扑守护灵，对，我也想要，就是未来有女范可以说我很喜欢你的穿衣风格，然后对，就是对，你知道是一种肯定的感觉，就是连女生都很喜欢你的就是穿衣风格，就感觉哦哇，我好像成功了的感觉。谢谢林果的掌声鼓励。但是我只能说，他是直上，真的是比较直上，太可怕了，一出手就是神。肉肉的脸真的很好看，好羡慕哦。巧克力脆是什么？饼干吗？我跟你们说，我不是发那个现实动态吗？
女犯插牌子买不起孝顺。对对对，我想要做到那个吉田助理前辈或者是那个小岛洋菜前辈那种感觉。就是很想要。在现实动态我跟你们说，就是我不是有用一个飞机的那个吗，飞机的图案，然后我那时候因为滑到后面的那个后面的，就是它不是有好多字体可以选吗，我把它滑到最后一个，然后结果谢谢枯美的烟火，谢谢，然后我把它滑到最后一个，然后它就一直出现是图案，不是那种飞机的图示，然后我想说好，那不然我把它就是我就其他那个我就记事本，然后把它弄好那个图案，我再把它贴上去，然后结果呢我到记事本的那个时候，我画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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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画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那个档它就跳掉了，我真的是拜托 IG 真的是不要常常让它跳掉，因为我从以前到现在我已经跳过好多次了，我每次都在那个画生写真的时候跳掉，那我就很难过。 Snided 看情况啦，我看我那天想不想不要，我想不要我就不要，飞机就对了，就不见了，所以你们看到那是第二版本，对对，闪退它就跳掉了，然后我就我又再花了大概15到20分钟重新画了那一个，然后画最多次的是那个爱心还有那个上引号下引号，然后你也好几次发每条是没有，我也是有调，但是你知道就是调色，因为我每次调都是好几张好几张，但我那天不知道什么，我就下意识按了最下面那一个，应该是按最上面那一个，然后按成我第一个只套了一次滤镜，因为我会换好几个城市，然后调好几次色，对，对我画很晚，哎，我昨天快，哎，我昨天4点多才睡，因为我画那个我画到3点多，然后我就好痛苦，然后就是很想睡觉，然后韩寒就睡了，然后就是整个房间全暗，然后就我一个人在那边画那个。我一个人在那边画死写真，然后我就，不行，我一定要把它画完。对，然后我就这样很痛苦，然后就这样，画，我就趴在枕头上面这样画，画，我这在画图，对，我在画图。选择都原来这个，对啊，他常那个叫什么？但是他很常画一画就跳掉，然后我就很崩溃，又每次画很久，眼睛比较痛苦，我知道是啊，对，眼睛比较痛苦，对，然后早上还要去陪他一起上课，还好他今天比较小声，因为我昨天真的是太晚睡，所以我今天睡得稍微晚一点，好像是可我7点多醒来过一次，然后又再睡回去，睡到10点才起来。快睡觉硬要发现洞，没有，我跟你们说，我如果睡醒再发，我原本是可以半夜3点发，然后这样发，它就可以有比较多的时间，大家就可以比较多人看到啊，我如果早上睡醒10点再发，那就只剩下8个小时啊。对，有时候画画去洗的安妮就不见了。今天上了什么？那个二次预购，追加预购。哦，然后我昨天那么晚睡，还有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不是说跟你们说我最近一直在翻以前的照片吗？我在翻以前照片，还有没有可以用？就是出去玩那些景啊之类的，然后就在翻，然后翻，我不知不觉哦，这怎么弄完了？然后。我有去翻一些就是素材啊，然后就是可以加边框啊还是什么字体之类，然后就弄一弄，哦哇，怎么这么晚，我跟你们说真的是要排版，真的是要下非常大的决心，虽然我现在排版没有很好看，但我觉得我已经就是我尽量让它在同一个颜色上面，就是调色一样，对，那可是
对不起。然后就是调色，就是调色的部分是一样，可是因为我很不喜，就是我很喜欢就是都同一个色调，但是我喜欢分享我的生活，所以生活一定会出现蓝天绿地，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很难把它拍进去，所以我就觉得算了，我不要让它同一个色系，因为不是很常会有人说白色系啊，然后那个背景很干净，但我就是喜欢蓝天绿地，可是我喜欢粉红色，所以呢我就决定我要把它调色调一样，就是明亮舒服的这种，然后呢就是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喜欢的景啊，我喜欢的生活，然后我喜欢的大自然这样子。对，不排版就可以很轻松哦。上什么课？我不知道上什么课欸。有啊，超有感的，挺一致的。你们不知道我花了多少时间，我真的是就是最花时间，真的就是排版。不排版就可以很轻松哦，但是不行，我们为了美观还是要排版。谢谢花生的烟火。日文版的 IG 限动打出了这样子，真的假的？你说把它那个调成那个日文的模式吗？日文的语言调成日本的，像平常那种颜色比较饱满啊。可是我高亮度跟亮度调很高欸，平常是调很少，然后颜色很重吧。超过520那天笑数36 3619520。好了，抽多来念榜了，他已经在卡了，太难过了。誰ですか、そうですか、ロマンスか、不調子逃がさな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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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等我一下，我想再放一首歌。等下，那首歌到底叫什么？等下我看一下应该是这一首吧。对啦，这一首啦，终于找到了。第一名是酷妹，谢谢酷妹，谢谢酷妹，谢谢第一名的酷妹，谢谢。第二名是圆滚滚，谢谢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第三名是包子，谢谢包子。谢谢，谢谢包子。谢谢。第四名是卤熟，谢谢卤熟。对，我真的疯掉，我真的是疯掉了，在看空，我真的超开心的。谢谢，谢谢卤熟。第五名是幻影战士，本家主力犯了9个人，哇塞，很厉害耶！哇，就是这么多可爱的妹妹们，就是你知道，永远不嫌多啊！谢谢幻影战士。第六名是邻国，谢谢邻国，谢谢谢邻国。谢谢。第七名是成，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可以给我把这张照片删了，丑死了。
三个姐妹帮你帮我哦，那个我也有看到。恋与情爱相爱相杀，对，我们就是感情太好，所以相爱相杀。谢谢陈，谢谢。第八名是泡泡，哦，真的是很香哎。自己觉得自己会被薄暮分到，薄暮前被放到，应该是唱歌类型吧。吊带袜，我年纪还没到啦，我年纪还没到，而且我都还没二十呢。谢谢谢谢泡泡，我应该是唱歌组的啦，对，谢谢。第九名是阿 k i 谢谢阿 k i 牵动情绪真的很牵动情绪，就是很热血，就是会跟他们感觉，就是他们很开心，就是我也好开心哦。对，我也很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场就是能带动粉丝一起热血的演唱会。对，谢谢阿 k i 谢谢。第十名是 Fly， 谢谢 Fly。想到马尾发圈的闪闪弟弟，我也想到，就是我会跳，我好开心哦。分享的买很多礼礼，谢谢 Fly。歌舞圈呢，一定要推爆，谢谢，我会好好加强我的歌舞。对，我想要成为一个全能偶像。谢谢 Fly， 我想要唱歌跳舞都很厉害。谢谢，第十一名是开心，谢谢开心。每到这早点播啊，那你有钱赚人的吗？五月还买了三次，开心买了三次哦。所以开心是，之前不是本家饭，是后来才喜欢上我们吗？就是先喜欢我们，后来才去看前辈们吗？这样子好开心哦，就是我们也让前辈就是我们的粉丝，就是一开始不认识 AKB 的粉丝们就看了 AKB， 开心，谢谢开心，弟弟开心，谢谢开心，谢谢谢谢。第十二名是易山俊哦，真的超可爱的，我好喜欢哦，我谢谢你完成我从小到大小小的愿望。柯南的莉莉姐姐可以啊，我只差一个角就是角蓝了，可是我是角莉，人家是角莉，是角莉是什么？角莉是这样吗？对，啊我是角莉。谢谢一生志，谢谢一生志。第十三名是钟莹，宅在家好，看到栗子就不一样，看到栗子还无聊，你就要检讨咯。我这么。我这么，对，怎么可以让你们无聊呢？我这么好笑吧，对，开大声一点。OK OK， 谢谢钟颖，第十四名是爱吧，嘻嘻哈哈，好好看，可爱的吧，我也好好看哦，没有啊，可是我就是，你知道，还是就是，毕竟我的推。还是在 4 嘛，对，就是还是会就是特别关，就是特别爱 4 啦。谢谢爱啦。第十五名是博成，谢谢博成。同学坐到第一排，祝你能坐到第一排。谢谢爱啦的行李箱。直接问比较的快什么？超人，哈哈。哦，谢谢钟颖的直播守护灵 ，iPhone 的话导航字切入文件框，这么酷。好，我之后再来看看，我之后来试试看。谢谢开心的直播守护灵，明年五二零不用找图的笑死。打一个日文吧，删掉自己就会变成哦。好，我下次试试看。嗯，看这会比较舒服吧。哦，好，我下次试试看。谢谢大家给我的。大家给我的，性感说自己搞笑，要握手可能要避开脚，笑死！不用，不用，就不用加脚，不用加脚。我喜欢现在的样子，我喜欢现在的样子。
欸，只是那个我那个不是那个乌侯的衣服吗？我可以就是穿着那个 Hazel's 的衣服出来一集吗？谢谢。好啦，谢谢大家。那么今天要到这边咯，今天就到这边啦，谢谢大家今天陪莉莉，谢谢。等一下晚一点应该会po文，但我还不知道po哪一张，因为我还没排好版，所以我也不知道我po出去是什么时候。对，好啦，拜拜。那一路拜拜。